我哋咧就要數算主嘅恩典。我記得咧有一次飯局裏邊咧，我聽到咧你同文輝分享啊，就係當年咧你哋拍《生命因你傳奇》嘅時咧，真係好大恩典，好大嘅經歷。咁啊，文輝上嚟，喬媽，我係咪忠心支持影音視團先？一定係。我一開始係咪好中意？一定係。錯。坦白同大家講嚇。怎樣我和喬宏叔會這麼專心、這麼忠心、這麼誠心的願意支持影音視團，是有段故的。一開始是一個拒絕。話說當初就是藝人之家開始有了，很轟動，因為以前的藝人都是在世界上名利什麼擺在最前面的，竟然一個二個一個二個藝人信了主，那他們的見證很吸引人。於是呢就有幾個弟兄姊妹就嚟同喬宏叔講，我哋想拍藝人嘅見證，啱啱好藝人之家覺得應該拍啦。喬宏叔話：好啊，咁邊個拍咧？我哋願意拍。喬宏叔話：好，帶我去你哋嘅 office 睇下，睇下你哋嘅實力。因為藝人要拍見證嘅話，希望拍得最好，係藝人嚟噶嘛。如果拍到胡亂馬叉咁啊，好丟架噶嘛。於是就跟佢哋去啦。回來之後，喬宏叔跟我說了，我說怎樣啊，怎樣啊，不行。我說為什麼啊？他們只有小貓三隻，然後有一副很舊的機器，一個很小的地方，怎可以找他們拍啊？我一想，啊，也是的，既然要拍，要拍得最好。於是呢，就，嘘，沒了。然後跟著呢，喬宏叔去報道。在報道當中呢，教會說我們會有一短短的片放出來，名叫做《星光背後》，是介紹藝人的。咦，喬宏叔說好啊，於是呢在個報道會當中就放了那段短片，拍得非常之好。喬宏然後就跟那個搭配配著那個見證一起就分享個訊息，好好。完了之後，於是喬宏叔就問教會了，那這個短片是什麼機構拍的呢？他說一個叫做什麼事？影音視團啊，是啊，影音視團拍的。我們說，影音視團誰？就是那小貓三隻兩隻拍出來的。那文輝，我要問你了，拒絕了之後你怎麼拍到出來的先？其實我收不到拒絕的。其實我問的時候，因為那個年代呢，我們是用幻燈片的，那其實所有藝人呢我們都覺得很高攀的，因為我們只是一些很平凡的人，藝人對我來說是星光來的，那你怎樣能夠照得到星光呢？所以喬媽和喬叔肯見我已經很開心。我記得在 Jack in the Box， 即是喬雲叔和喬媽跟我吃飯，很開心，真的很開心，是第一次這麼開心有藝人跟我一起吃飯，又願意跟我見面。但是在之前呢，我們其實是很簡單的，我就蹲在一些報紙檔攤拿了很多八卦雜誌，那時候那些清新雜誌啊那些呢，那就剪了一些藝人的樣子出來，然後就用幻燈片去拍了它，跟著呢就問一些，那時候叫福音傳播中心，就借了他們那些訪問藝人的見證和片段。即是你剪那些藝人是不是信了主的藝人？信了主的藝人、okay. 大部分都是、所以喬媽、喬叔那些呢，其實我們就蹲在報紙攤檔剪圖片，然後呢剪完出來就拍，然後就找一些錄音帶來到配了下去，就寫個稿，就將它變成了一套片這樣咯。跟著呢，我們跟影音視團有很多合作，因為喬宏感動這位弟兄不是看有幾多能力去做，又看神言認為應該做就去做，這個才是我們基督徒憑信心嘛。如果我們有這麼大的頭戴這麼大頂帽，有什麼出奇啊？個個都有頭來戴咯。但問題就是明知不可為，神說要去就去，這個就是當時我們支持的。支持了之後呢，我們經歷有神蹟，我們現在看少少少少的而已。
非常中意，系西伯韦日桥王写嘅。嗰阵时佢都仲喺树。我点解咁感动咧？就系咁多年，咁多年前所拍嘅。我家下听呢首歌，睇呢套片，我心中好大嘅感触。因为今日大家纪念桥王，系因为佢演技好，因为佢得个奖，嗰啲位过去嘅。大把做戲做得好，大把得個獎嘅。到後尾，人哋再諗起佢，佢拍過乜嘢戲，如此就係咁多。但今日我睇到喬宏嘅生命，因為佢願意服侍主，而先變得傳奇。而今日使團所傳嘅消息，就係我哋每個人嘅生命都可以如此。如果我哋將自己交喺神嘅手中。我哋每个人都是一个平平凡凡的，而因为生命有主而可以为主发光。乔王是一个演员，他曾经得过奖，但在街上有些人见到乔王，他入边下手耶稣路，他很开心，因为乔王一个人，一个普通人，不过有个名叫做乔王，但耶稣路他的生命跟耶稣建立关系，变成传奇。无论他在树，无论他在树不在树，他都依然讲着一个讯息，神爱世人，甚至于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就是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而他今天去了，但过去听过他分享的，看過一些他的流下來使團有份幫忙拍的那些，依然說同樣的訊息，永遠不變的真理，神愛世人。而這個是很多年前了，喬宏是經過第一次心臟出事，神拯救他，拍了剛剛那首歌，那首歌是一个见证带里面剪出来的歌，那首歌是西伯写的。看了那首歌，我非常感恩，真的西伯我们跟他并不是很熟悉，但他写出来的，我相信是有圣灵的感动，跟乔宏的一生非常吻合。而想再想真一层，我们每个生命是不是都是这样呢？人生好像做戏一样，转眼过去了，但我们做戏的时候，谁是我们的导演，谁是我们的编剧，是我们自己还是主？
有主，一切不再一样。在乔妈妈身上，我看见真是一个经验神的同在，还有她很有信心，很交托，每一样的生命的生活，她都是完全顺服降服在神的里面。不单止是这样，她并且在自己的生命里面，她是去反省自己有没有事做得不够，做得不好，她又会同天父去认错，跟住再又好有力量，靠主佢有嗰个嘅平静、安稳同喜乐，并且将呢一种天父俾佢嘅爱嘅喜乐咧，就传扬俾周围嘅人，好有感染力，系一个好喜乐嘅婆婆，的而且确系喜乐婆婆啦。